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这是小猪佩奇家新买的厨具套餐，这是一套可以发光、可以发出美妙音乐的套餐。今天我们来参观参观小猪佩奇家的新厨具套餐。这套厨具套餐很大，这是中间的一部分，有两个煤气灶，旁边是灶台。再看看上半部分，上半部分呢有橱窗，还有两个橱柜。再看看下面，下面也有两个橱柜，这个小的橱柜里面装了锅灶。这个橱柜里面装了什么呢？这套玩具附送了小猪佩奇一家四口的公仔。再看看背面有哪些介绍，这是小猪佩奇的一家，有猪爸爸、猪妈妈、佩奇还有乔治。还有旁边介绍了小猪佩奇家的这一款新厨具套餐。好了，我们打开这款厨具套餐看一看。佩奇家这套新的厨具套餐就取出来了，是不是很大呢？是一套粉色的厨具套餐，很漂亮哦，是佩奇喜欢的颜色。这一套厨具套餐分别有两个小的厨具组合而成，它们可以分开，很高级吧。再来组装上，这套厨具套餐里面已经装好了电池。我们先看其中一个厨具套餐，玩具很大，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的看一看吧。先看看这个厨具套餐，这是一个橱窗，橱窗的门上面有花纹。打开橱窗看看里面装了什么好吃的呢。里面都是好喝的，有葡萄酒、鸡尾酒、香槟，都是饮品。关上门再看一看下面，这里呢是用来盛蜂蜜的，还有水果罐头。这是一个灶台。再看看下面，下面有个大橱柜，橱柜上面有佩奇的图案呢。打开这个橱柜的门，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好吃的呢。哦，里面不是好吃的，里面装了碗筷、一些餐具。好了，关上门。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厨具套餐吧。这是另外一个橱柜的上半部分，橱柜上面有佩奇的图案。打开橱柜看看里面装了些什么。里面有蜂蜜，有腌菜，有番茄汁，有佐料，还有水果汁、饮料。关上门，再看看下边的部分吧。这里也有佩奇和乔治的图案，这是一个灶台，灶台下面有铲子、叉子、小刀，还有勺子，有两个煤气灶。这个煤气灶呢可以发光发声，我们打开开关看一看，
开动煤气灶的开关。这是炒菜的声音，还有别的声音吗？再试一试。这是煮汤的声音，再试试还有别的声音吗？炒菜的声音，煮汤的声音，只有这两种声音啦。煤气灶里面的灯光是红色的，它会随着音乐一闪一闪的。很好玩吗？这是佩奇家的煤气灶台。再看看下面，下面有一个大橱柜，打开橱柜的门，看看这个橱柜里面装了什么好吃的呢？哇，橱柜里面有好吃的意大利面，还有披萨。不仅有好吃的，还可以用来装锅，里面装了一个炒锅，下面还有一个煮锅。好，关上门。佩奇家的这套新厨具套餐呢，就全部给大家介绍完了。另外呢，玩具里面还赠送了猪爸爸、猪妈妈、佩奇，还有乔治，一家四口公仔。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屏幕下方点击订阅。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更多的节目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